代理再爆金句，收租好过打劫。地产市道唔好，代理为咗吸引眼球，搞兼职留客，真系搞尽晒脑汁啊！被穷人一物成为千古金句之后，代理再有力作就系收租好过打劫啦。呢句说话形容康怡花园呢个单位，听落好好笑啊，但系对一众无壳蜗牛嚟讲，唉，真系喺伤口度撒盐啊！笑咩？事实嚟嘅，打劫紧人哋几十年嘅努力同青春啊！不过讲到无厘头脚，都要数呢个啦。绑可放八只牛，唔通喺十五楼真系养咗牛牛？